各位網上面的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我們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娛樂頻道互動加零一的節目。首先介紹一下自己先，我就是海防博物館的助理館長 Natalie。 今天是我們海防博物館的網上專題講座系列抗日戰爭與香港的第二講。我們很榮幸邀請到原東江中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營會的會長林珍女士珍姐同我們主講的。今天的題目就是我在東江中隊的日子。我在將時間交給珍姐同我們分享之前，想提一提各位網上的朋友，如果大家有提問，歡迎在我們海防博物館的 YouTube Channel 下面留言。我們會在講座的尾段會留設有這個問答的環節，到時就可以請珍姐去回答大家的問題。我不阻大家時間那麼久，就將時間交給珍姐。好，咁多位大家早晨。今日咧係九一八之後嘅一日，大家琴日都過咗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就係喺我哋抗戰九十週年嘅時候。我哋香港由民間組織咗無忘九一八愛我中華嘅音樂會，咁所以琴晚咧，大家就聽到好多有關抗戰嘅歌曲啦。尤其是有啲團體直接就唱咗《東江中隊之歌》，咁大家就覺得具體《東江中隊》喺抗戰九十年嚟係有啲乜嘢故事呢？有啲咩歷史呢？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嚟學習一下。其實我哋香港嘅抗戰係從1941年開始嘅，因為喺1941年咧12月8日。我哋廣大嘅市民都未有任何情報了解嘅情況底下，突然間戰爭就開始啦。嗰個係咩日子呢？就係日本人開始轟炸我哋嘅香港、九龍。喺呢一日開始，個戰爭就係咁樣。爆发就在我们的身边。当时大多数的居民都只能是走避，只能够是挨受。但是很快只经过18日，竟然呢，日本人是淪陷了香港，即是说虽然突然，但是不可不接受了。但是我们是不是一直就这样等着被侵略的日军任意屠殺呢？其實不是的，因為早在1931年的918，日本人侵略開始，國內的同胞抗戰就已經開始了。而且這些這樣的抗戰的消息一直是不斷地從北向南去傳遞，甚至我哋香港人都有了解呢一段歷史嘅情況。尤其是當呢個戰爭一路深入嚟到77盧溝事變，接住日軍一路南下，我哋所聽到嘅國內同胞抗戰的激烈鬥爭越來越清楚，
尤其是在国内的同胞全民抗战，发起了大东同胞都参加的时候，在1938年的10月，中国共产党就派了自己的办事处，也就是八路军办事处，住在香港。所以在这个时候，通过八路军办事处和国内的广东人民游击队作为一个总的部署，有共产党中央的指导下令，我们一切的准备是要投入抢救已经滞留在香港的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所以很快地经过统一的部署，我们就派了当年在海员工会当组织部长的曾生回到东江，首先组织了维保人民游击队和加上这个东莞的无痕壮丁队，成立了一支统一的抗战人民部队。在这个环境底下，当然进一步我们就要准备在香港迎接具体的工作了。当时因为在共产党的领导底下，广东的东江人民游击总队就派了3支武工队，随着日本人轰炸，10月8日轰炸开始，10月9日、10日、15日，分别这3支武装队就进入我们香港这个新界地区，首先就开始了抗战的具体活动。第一件事就是收拾了在日本侵入的时候将英军留下的武器，我们收拾起上来。另一方面就开始准备大营救的工作，这个大任务。这个大任务当然是有一支有组织的部队然后才可以完成的。当时组织的部队的机构呢，就是东江中队港九独立大队了。这3支武装部队入来之后，首先是负责剿匪锄奸，因为一开始日本人进入我们港九地区之后是很乱的，很多土匪流氓趁机呢经常就去侵入我们的农村甚至城市，社会秩序是不治安的。所以我们武工队入来之后，首先就在沙头角、在西贡和元朗分别这个地区呢首先是成立了人民的联防队。在联防队成立之后，首先就设计了营救部队的路线、营救文化人士的路线，同埋呢亦都係組織咗唔同嘅內容。咩內容呢？即係我哋港九獨立大隊成立，有大隊部，有政訓室。大隊部裏面嘅工作呢都係好多項啦，其中交通站同埋呢個醫院亦都係其中一個重要部分。当然情报站就更加重要了。具体的任务呢，我们下载继续讲。
由廣州帶隊的政訓室裏面呢，從所列的這個結構裏面是很多項目的。但其實呢，就是這個情報和民運工作又是很大的特點。民運就是要將我們要抗日，我們在民族最危機的時候要團結起來，然後才有力量抵抗敵人。這部分工作呢，要通過民運工作，就是做群眾的宣傳和認識的工作，要將大家知道面對的困難是什麼，我們就一定要團結一致，然後才能夠有力量去抵抗敵人。當然下面在進一步的時候呢，我們在剿匪和打擊敵人的過程當中，就按照不同的地區亦都分別成立了沙頭角中隊、西貢中隊、大中華中隊、大嶼山中隊、元朗中隊和這個市區中隊，還有最特別的就是海上中隊。當然這些中隊的任務呢，在整個三年零八個月的過程當中都有各自的不同的特點，但統一的目標都是要將敵人趕出去，將群眾團結起來。咁實際上喺我哋完成嘅任務過程當中，喺營救過程當中，係分別從唔同嘅環境，當然當時係相當困難嘅，因為我哋嗰啲民主人士同埋文化人士係喺三百年之前喺內地激烈抗戰嘅過程當中嚟到香港，一方面繼續咧係做呢個抗戰的宣傳和鬥爭工作，但他們是分散的，要將他們集中起來去營救就有一個很艱難的過程，要聯絡、要組織，這些聯絡組織每次都是經過八路軍辦事處在香港的領導，當時就是廖承志召開共產黨內邊嘅各種會議嚟具體部署。咁頭先講咗啦，首先係有三支武工隊入嚟之後，成立咗呢個聯防隊，同埋喺四二年嘅二月三日，我哋成立咗港九獨立大隊，就剛根據我哋香港當時嘅實際情況、具體情況，首先咧就要設定呢個營救的方案，一方面找到他們的人員，另一方面要找到這個營救的路線。當時情報工作就放在前面了，我們的情報站除了要了解日本人侵略來到香港之後，他們將那些英國人的俘虜、被俘人員在哪裡，我們怎樣去營救他們，另外用什麼方法可以將我們營救人員再帶出去，在這個時期就了解到一個情報，就是一般因為日本人進到香港之後，他們除了在交通路線有封鎖之外，他重要就是將這個糧食嚴格控制，一部分他乾脆就運走了，另一部分呢就對居民 要限制每個人的限制數量，而且是越少越好，即是他有一個要動員其他人，所以叫做歸鄉政策，就是你不在香港居住了，你們走吧。我們呢就趁著他要帶那麼多人走，我們就將那些文化人士和
民主人士啊，揾到之後集中起嚟，隨住呢個大嘅所謂歸鄉政策去撤退啦。撤退一共分咗三條路線，一條路線就係從西貢啊出去，經過麒麟下嗰邊，向北邊大鵬灣、沙月涌。一條咧從西邊走嘅咧，就係經過元朗、粉嶺、落馬洲過深圳河，當然從北邊從沙頭角亦都有一部分，但係重要嘅一個東一個西。咁仲有一部分咧比較行動唔係咁方便嘅，需要穩陣啲行動嘅咧，就係用水路通過喺長洲出海、澳門呢邊再翻去大陸或者係撤退其他地方。呢三條路線佈置好之後，就立即開始行動啦。所以從1941年12月8日係日本轟炸開始，而且係1941年12月25日係英國喺香港投降嘅日子，即係正式開始淪陷。咁我哋嘅營救行動咧，其實就係從1941年12月9日、10日啊，正式走出去的第一批就是1942年1月，就是我们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乔冠华和连冠这三位主要的当时的领导人员，首先撤退打开了这个局面。所以撤退了之后，跟着来的工作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将人送走，我们就在入了我们自己中国的土地，我们就要站稳脚跟。所以跟着原来那几个武工队分别在自己的园区首先将民众组织起来，有民众自卫队，有联防队，还要成立一些民主的政权，组织大家进行抗战。咁喺呢个整个过程当中，梗系首先安顿民事，就系赶土匪。喺沙头角呢个地区，当时有个邓安仔啊，系比较大嘅土匪，我哋就集中首先解决佢嘅问题。喺元朗亦都有一部分由我哋嘅中队，元朗中队开始入嚟嘅系曾洪文他亦都是将元朗这个地区的一部分的土匪流亡进行了清除的工作。清除的方式很简单，开始来谈判，讲清讲楚，现在我们是对日本人是应该是进行抗击，但我们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一是你就行开走开，如果你继续抵抗，我们就会有武装解决。因为我们入来之后是要将港九的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嘛。怎么自己中国人打中国人呢？是跟他们进行谈判的具体。有些是罪恶不肯这个服从的，我们就经过开公审大会，即是由大家人民来揭露他们的问题，然后才解决。所以在各个区其实呢都有了自己的力量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不团结一个人一个家庭是很难抵抗力量的，只有在一起拎起武器反对才可能。所以在各个村差不多都成立了自己的民兵联防队，还有这个妇女会，还有这个通讯就是通讯队伍，有交通员了，有设交通站了，
亦都有咧呢、这个民運。頭先我講到個民運人員嘅特點，就做宣傳工作嘅，同大家一齊嚟學識點樣去當睇當時嘅形勢。另外咧，喺呢個大研究工作過程當中，因為日軍入侵之後，十八日俘虜嘅英軍都好多，咁我哋就喺營救英軍嘅過程當中做咗大量嘅工作。首先將佢其中一個賴特啊呢、這個將軍喺我哋嘅協助底下營救出嚟，去咗內地，甚至可以翻到去英國，佢先至親自領會到我哋遊擊隊喺港九呢個地區啊，對住敵人都係好多辦法嘅。具體嚟講，就係逐漸將佢已經被俘虜嘅人員，我哋通過一啲秘密嘅工作同佢哋聯繫啊，帶出。譬如喺深水埗呢個軍營咧，佢哋就從深水埗當時嘅地下水溝排水溝嗰度一路出到去海邊，然後再出海，再運送翻去呢個廣東遊擊區。佢哋喺遊擊區度亦都睇到我哋嘅遊擊隊戰鬥嘅力量。用自己的游击战队战略的方法袭击敌人，保持自己的实力。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团结的人数是越来越多的。被营救的民主人化人士就有三百多人。而英军和后来一个期间，就是当美国的盟军的飞行员亦都被我们营救了之后，对美国飞行员的这个营救工作就更加艰巨了。所以在这个盟军除了营救了他的飞行员之后，亦都是建立了中美的情报联络站。在英軍就有英軍服務團這兩個團體，這兩個有力量地就結合了後期就進行了這個反法西斯戰爭的這個聯盟起到的作用。其實呢，我作為個人來說，在这个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子是怎样计算呢？因为当年其实我是很小的，因为我三年出世，从四一年的十二月到日本投降的日子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十五。咁呢個階段三年八個月嘅過程當中，我只係喺呢個戰爭環境當中不斷咁鍛鍊成長。因為我屋企咧，我爸爸係我出世之後，二十歲佢就已經病逝啦。其中我媽咪咧就帶住我哋三個家姐同埋一個哥哥，係喺打鼓嶺度。啟德機場對面那裡住的，所以一開始我讀書也都不用上學的。為什麼呢？我媽媽就是自己辦了一所私人的小型的學校，叫做海星小學。所以我從小呢，其實就跟著媽咪在一起就可以上學了。咁但係呢，我家姐就唔同啦。我家姐叫林展，佢呢比我大二十幾歲。咁佢讀書呢喺爸爸即係
在世嘅時候咧，都好努力嘅。喺香港英文呢個比利羅士英學到畢業嘅。咁但係喺呢個學習嘅過程當中，佢都係香港生活啊嘛。咁香港從1938年之後不斷呢個抗亡、抗日救亡運動開展嘅過程，佢就一直都係參加噶啦。香港嘅抗戰救亡運動其實從1938年、39年逐漸就開始啦。尤其是呢個學振會喺抗日期間，喺37年之後就喺香港成立，組織咗學生、青年嘅大多數人都參加活動，而且仲有好多歌曲嘅合唱嘅團體，啊，仲有好多呢個青年嘅服務團體，都會出現喺全國廣九。嗰陣時嘅學振會學生嘅領袖李正耀，所組織嘅學生包括全港幾十間學校，甚至大學都有參加。他們不僅止在廣州、在香港來宣傳這個抗日，也都組織他們這些青年回鄉服務。因為在1938年的時候，這個我們當年的國母宋慶齡也都來到香港，組織了保衛中華同盟。這些活動對於香港的所有的居民都起到很大的激發的作用。當年學生啊，即使是很小的都會參加到什麼程度呢？開展這個捐獻活動，賣花賣旗，一碗飯運動，大個啲嘅就參加到宣傳抗戰嘅活動，尤其是仲有一啲華僑嘅青年，佢哋喺國外就已經了解到國家民族危急嘅情形，已經積極翻到嚟香港，亦都參加呢個救亡嘅運動。有一部分人就去咗呢個國內，尤其是通過香港就去了廣東省、惠陽、惠州這些地方參加活動。其實我家姐那時候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參加了去惠陽的服務團，在這裡了解了具體的戰鬥工作。我休息一下。其實呢，那些活動是很簡單的，譬如當時唱的一首歌，我雖然是小一點，但我聽我家姐經常都唱的，唱什麼呢？畢業歌，同學們大家起來，三夫妻天下的兴旺，听吧，满耳是大众的歌声，看吧，一年年国土的轮上，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去情愿至上，我们今天是奋斗的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人各在一堂，明天是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的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反复起天下的兴亡。这个歌曲再简单的就是
我们不做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吧？这是很简单的语句，但是就激发了青年人的这个热情。所以在这种状态下，虽然大家知道艰苦，但是也坚决地往前走，投入到这个战争的熔炉里去。咁咧，就講翻我家姐啦，啊，咁佢當時咧喺廣九大隊成立咗之後，佢係參加咗國際情報小組工作嘅，啊，佢主要就同黃作梅啊組織埋一齊，好幾個成立人工作，就將通過英軍服務團同埋呢個中美情報聯絡組呢個工作做咗大量嘅了解國際嘅認識嘅工作。咁後期咧，佢甚至就根據形勢嘅發展、戰爭形勢嘅發展，喺我哋廣九呢個地區咧，被俘虜嘅日軍係越嚟越多啦，啊，甚至有一二百人。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為咗爭取更多的反戰爭的力量，東江中隊司令部就成立了這個敵工科的工作。那我家姐呢，後來就參加了這個敵工科的工作。敵工就是什麼呢？對日本被俘虜的人員，我們要進行教育，要將他這個反動的力量變成我們反戰爭的力量。所以在敵工科裏面，他要跟他們講課啦。當然因為我們有這個政策嘛，啊，優待俘虜嘛，精神上大家都要講給他們聽，他們所進行的是非正義的戰爭，啊，他們遠離自己家鄉來到中國這個大地，啊，是不正義的，啊，而且他真的自己不會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且告訴他已經這麼多年了，從三一年到這個四幾年，你始終都是打不垮我們中國人的，而且講到形勢一直在轉變，不單止我們中國人是對抗你們，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同盟已經建立了，一直是合作的去反對你們的。這個是講課的一方面，另外又都根據他們了解到的這些俘虜成員裡面的不同的成分，啊，將他們分化。另外呢，就是在物質上面都真的落實這個優待政策，啊，給他們供給足夠的糧食和衣物，居住的条件，在我们最艰苦的条件，最好能够居住的都给他们去居住。我们的战士有时就是铺地就睡了，就睡觉了，他们一定找到一定的床，一定的不透风的地方，甚至我们带他出街的时候，我们有保卫牌围着他们可以出街行。当时其实他们的衣着又好，他们的态度又好，很容易被我们中国人一看就，哎，这班是日本俘虏来的，啊，很多市民看到他都想掟石头，想打他的，但我们的保卫牌就围着告诉他，他已经是投降了，啊，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用政策去对待他，给他们知道自己真的在共产党这个游击队里面是获得生存的，要自救的。所以后来都成立了三个反战同盟。为什么会是三个呢？因为日本人的军队里面其实有三种不同的人的成分，一种就是真正的日籍人，一种就是他们在台湾拉的壮丁，一种就是在朝鲜他们拉的壮丁。那就成立了这三个不同的
直同的反戰同盟。這個反戰同盟呢，又從延安是日本共產黨組織的反戰同盟呢是通電的，告訴他們延安都有這件這樣的事，他們都是站在真正的人類和平的發展這個角度，是反對戰爭的。所以呢，一直這些工作做到1945年正式是日本投降之後，我家姐他們還要做遣送他們回國的工作的。咁當然，我咁細個嚇，點解會講咁多嘢咧？係我其實真係喺我家姐嘅帶引底下，8歲我就參加咗游擊隊啦。當然呢件事係好突然，但係亦都唔突然啊。要講具體嘅呢件事就要講太長啦，我哋將佢簡單啲咁多講咧，就係從我家姐嘅呢個工作嘅身上，我覺得係應該接受國家嘅呢個最重要嘅重要，因為我哋喺香港本來好和平生活，點解突然間變成喺戰爭環境咧？就係冇國家保護啊嘛，係嘛？英國人係投降走咯。但我呢個土地係我哋中國噶嘛，係嘛？如果當時冇共產黨繼續喺呢度維持呢3年8個月當中，組織我哋港九人民嚟抗敵抵抗，我哋咪只能夠係任人欺負啊！所以咧，我就覺得自己雖然係細個，但係參加咗部隊，就可以有抵抗的能力，亦都咧係不斷咁成長。我一開始入到隊的時候，因為年紀細，當然組織分配的就係做能夠做咩咧？當交通員啦，就是、送信啦。送信就唔係好似而家咁一大封信啊，或者一卷一卷啊嗰啲咁嘅大的信件啦，多數的信件都是一村團一村，一村到一村，小範圍的。尤其是我年齡小咧，就梗係唔會行到幾日都唔到的地方啦。但一接受任務之後，我班長就講俾我聽啦，通訊員就是1分鐘都要接受呢個按照指揮去行動的，是一個任務嚟嘅，一定不可以丟失，一定不可以亂交俾人。咁咧，第一次執行任務嘅時候，佢就會實際帶我行一次，從呢條村行邊條路，係上山咧，亦係落山咧？落山轉彎有咩標誌咧？或者係一個咩石岩咧？或者是一棵什麼大的樹，然後向哪條村走，都講得很清楚。最重要就是交給誰啊，是啦，那個時間地點接頭的時候有什麼暗號啊，都講得很清楚了。那么雖然小而已，但是一開始是簡單一點，兩條村那麼遠就走回頭了，那些這樣任務。而且咧，嗰啲信件咧，一般都是用好細嘅紙，細到好似呢個火柴盒咁大嘅啫，而且好薄嘅，寫完之後卷到好似火柴棍咁，咁啊好細，攝落邊度都得啦，攝落個三角度又得，攝落腰肚又得，係嘛？甚至要攝喺鞋底又得，啊，咁樣就比較安全帶走啦。咁當然，因為我後來入隊的地方咧，就已經去到係東江中隊港九獨立大隊的大隊部，已經是在鯊魚涌那邊、大鵬灣那邊的，已經建立了我哋嘅根據地的地方。所以咧，都是
一般是比較安全的。我在送信的過程當中呢是未受到過敵人的搜索，因為點解會想起一個女仔咁行下行下咁就會係送一啲文件呢，係嘛？而且冇任何標誌啊，咁所以咧係執行呢個信送信嘅任務過程當中咧係比較好嘅。但係當呢個簡單嘅任務接受同時，個生活都係喺呢個東江中隊之中嘛。呢個期間每日。只要如果不是派出任務出勤，我們就要出操的，每朝早都要出操，集體一起跑步啊。他們大人就跑一個圈，我可能要跑三個圈才跟得上，但是都不可以停。而且在這個出操的時間，一面跑步的時候呢，有時就要一直還要學習這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吧？咁呢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哪些三大紀律呢？不如曾姐由我幫你讀好不好？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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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咁頭先曾姐講咧，佢哋要學習軍人嘅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嘅喎。咁有啲乜嘢咧？咁其實三大紀律咧，我慢慢讀啊，咁慢慢飲啖水先。咁一咧就係一切咧要行動聽指揮。咁二咧就係不拿群眾嘅一針一線。咁第三咧就係一切繳獲係要歸公嘅，即係唔貪心，係唔會攞民眾嘅所有嘢嘅。啱唔啱啊，曾姐？係啊。係啦，咁你使唔使喺呢度講少少，然後或者我繼續讀埋八項注意先啊？你讀埋啦。好啦，好啦。咁咧，八項注意有啲乜嘢咧？第一項説話係要和氣嘅。好，第二咧就買賣要公平。第三咧借東西要還嘅。嗯。咁第四咧就損壞東西係要賠嘅。第五。不打人罵人。第六不損壞莊稼。第七呢就不調戲婦女。第八呢就是不虐待俘虏的。好，那我又交返個時間俾阿曾姐，你繼續同我哋講下啦。嗱，咁呢三大紀律呢，好，我睇返上一頁先。係啦。咁第一個最重要啦。一切行動聽指揮。你遊擊隊唔係個亂團嚟㗎嘛。是有組織的，是共產黨領導的，是吧？那是軍隊來的嘛。那你不聽指揮就亂了龍，怎樣去打擊敵人啊？怎樣去救自己的同胞啊？所以這一條最重要，也都是我一生當中啊最初明白道理的一個紀律。第二條呢，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係唔准貪心喎，老百姓嘅嘢唔可以攞嘅，啊！一切繳獲要歸公，呢、這個繳獲就係對呢個俘虜啊，俾我哋俘虜嘅人員嚟講啦，你繳獲嘅嘢唔可以攞去自己嘅，啊！咁不拿群眾一針一線，亦都係啊！你去到邊度，如果係借宿要交租。要清楚，如果是拿了糧食，要按照價格要還錢。咁呢個好具體嘅辦法嚟講咧，喺呢個一切繳獲要歸公呢啲都係一清二楚嘅。咁喺八項注意裏面咧，亦都好詳細噶啦，係嘛？要和氣啦，買賣公平啦。借東西要還啦，啊，損壞咗要賠償喎，啊，所以呢啲咁嘅紀律，亦都幫助咗呢個軍隊同人民係可以結合喺一齊嘅，大家會相信嘅。住好似我咁樣住喺老鄉屋企，啊，雖然我同媽咪都一齊住嘅，但係到我哋臨走嘅時候，一定要喺部隊度領翻嗰個租金。俾翻呢個老百姓嘅，係啦。咁至於不虐待俘虜，頭先我講到家姐嗰個任務嘅時候，就更加清楚啦嚇。然後先至可以做到佢呢個係化解佢嘅敵對態度，變成反戰嘅同盟啦。啊，咁其實喺小鬼嘅過程當中咧，我都有個段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都觉得很亲切的。怎么亲切呢？我没有遇到敌人的搜查，但都会有困难的嘛。什么困难啊？就是后来自己得病了，一种病广州话就叫做打败子，正式名叫做疟疾。那嗰陣時根本就自己唔知嘅，朝頭早接到任務出去啦，啊下晝翻嚟就好攰好攰，話到嗰度都差唔多都快翻到部隊啦，就覺得真係只腳都軟曬啦，我坐一坐然後先行啦，坐低就瞓著咗啦。咁都食飯，夜晚食飯都翻唔到去喎。班長梗係好心急啦，但係佢派我任務噶嘛，佢就知道我去咗邊啫嘛，沿途再嚟揾我啦。結果在冇幾遠的地方，啊見我坐在石頭度都瞓著咗啦，撥醒我，哇一摸原來是發燒，哦，咁先知道自己得咗呢個病，得就容易哦，但係去病就唔係幾容易啦，好幾日都唔清唔楚，啊，咁後嚟咧就俾我住嗰個房東嗰度咧，阿嬸知道啦，阿珍啊，原來你得呢個病啊！得啦得啦，唔怕啲，唔使驚。嗱，阿叔隔離嗰棵荔枝樹咧，馬上就熟噶啦。過幾日我哋開過節咧，又劏狗咯喎。你呢樣樣嘢一齊食啦，食完就好噶啦。嚇、啊！我話唔得喎，我話不難群眾一針線喎、啊，我點解食啊？佢唔怕，我同你班長同你隊長講，唔係你偷食嘅，又唔係。你自己去摘的，我哋摘俾你的，你自己亦都可以坐喺上樹上面食。咁梗係講完咗具體情況之後，首長梗係同意啦。我又唔係真係咁貪心，係啦。一食咗啊，真係好喎。所以我真係雖然好細個，當時我就哎呀，阿嬸點解同我咁好呢？係啦，所以我一輩即係一生對呢件細小嘅事。都記得很清楚，亦都講明當時我哋嘅部隊嘅信譽就係咁樣。我哋有難，老鄉就會幫我哋一齊去解決，當我哋好似係親人一樣嘅，係啦。咁呢段咧又係我一個經歷啦。咁但係呢個時候係43年嘅12月到44年嘅年中咁上下啦。咁到44年年中咧，我哋嘅游击战咧系继续深入啊嘛，而且系主动咗去出击敌人啦，啊，咁作战嘅过程当然会受伤啊，所以我哋嘅伤病员咧亦都增加咗，咁部队咧又需要喺呢个伤兵医院增加人手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同妈咪又转到去呢个伤兵医院度服务啦，咁我咧就做呢个护理员啦。咁當時咧，部隊對我哋啲細路好親切嘅稱呼咧，就都叫小鬼嘅。我當通訊員嘅時候，佢哋就叫小鬼通訊員，但有時都係叫名啦，直接嚇。咁如果喺彰明醫院咧，佢哋又叫我小鬼護理員，咁即係可以做好細小嘅護理工作咯。啊，譬如同佢哋抹面啊、洗傷口啊，開始洗傷口都唔得嘅，怕我哋。即係程序做得唔夠啦，係嘛？護理知識唔夠啦，就做最普通嘅生活方面嘅呢個護理工作。咁喺整個護理過程當中咧，開始比較艱難嘅就係洗嗰啲紗布啊！哇，點解要洗紗布啊？嗰陣時物資缺乏啊嘛，用過紗布唔係好似而家咁話一次性抌咗就得啦。嗰陣時要拎翻嚟洗乾淨，然後再重複用。咁嗰啲又濃又血咁樣一嚿一嚿嗰啲，點洗啊？啊，咪要去河溝嗰度用水浸咯，浸淋佢都唔會化噶，仲要用手搓噶。用手搓，夏天就 OK 啦，冇事啦。但慢慢天係凍噶嘛，啊，咁搓下搓下就生凍瘡啦。翻嚟夜晚，我媽咪同我搓到暖又都唔得，仲係痕嘅。啊，呢回又都係我哋住喺阿嬸嗰度，阿嬸知道咯喎。哦，唔使驚，唔使驚。嗱，
我煲啲蘿蔔水俾你啊，等啲蘿蔔水稍微凍少少，梗係唔好啱滾嗰陣時啦，凍少少你就浸，浸到佢涼咗，咁就好啦。浸兩晚，你啲腳又好，手又好，唔會再痕噶啦。哇！呢次一樣係咁好順利克服啲少少嘅困難。咁當然我呢啲咁嘅困難咧，即係都唔係算事啦。但係我喺傷兵院見到我哋受傷嘅同志嘅困難，就唔係咁容易解決啦。有咩事啊？受傷除咗皮傷，有一部分係子彈入咗骨噶嘛。咁要將啲子彈攞翻出嚟，咪要開刀咯。但係嗰時又係因為物資缺乏。連麻藥都冇啊！我哋嗰啲醫生甚至要做呢個截肢嘅手術嘅時候，嗰把刀啊，都係用普通嘅木具啊！咁你話好地地成嚿肉都係爛咗嘅，仲要手術鋸開佢，那個受傷嘅嗰位大哥叫出嘅聲。真係刺心痛啊！雖然我哋嘅護士都用啲濕毛巾同佢嚇冚住下個嘴，但係嗰啲聲真係刺骨痛嘅。幾多年我都好似聽到嗰種聲像，我哋嘅心真係痛到冇辦法。但係就係咁樣做完手術復原之後，呢啲大哥馬上都申請，馬上要翻去前線。不在傷兵醫院再繼續住了。其中有一個呢，是在作戰過程當中面部受傷的，叫做曾九大哥。他呢面部受傷之後眼睛就看不到了。每次我跟他換這個眼紗布的時候，舉手問他幾隻手指啊，一隻是兩隻啊，當然我不出聲啦，他就搖頭了，我看不到啊！我那時候真的很難為，我有什麼能力可以幫他的眼去醫治呢？我都沒辦法了，我說真的我都很難受。但他反而說什麼呢？嘿，小鬼，我們要打勝仗的嘛，等你回到香港打贏了，你當白衣小天使啊，知不知道？嗰陣時你帶我醫院睇我隻眼咯，即係佢哋對戰爭過程當中嘅損失係有咁堅強嘅戰勝嘅勇悍，呢個俾我又係終生難忘教訓。呢位老大哥曾九老大哥，佢真係生命一直堅持好強力量，一路到復原之後，即係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他就留在深圳，在深圳这个荣军疗养院里面，他还继续工作。虽然眼睛看不到，但是他的革命意志没有衰退。他还在那里做什么呢？组织那些其他轻伤的人员做一些服务性的业余生产，譬如编织一些草篮啊，或者是做立鞋底啊，一些最简单的工作来增加了这个荣军疗养院里面的服务的资源，而且对自己的身体亦都一直很注意。甚至在回归这个1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香港再重回，在哪个地方重回呢？就是在湛竹湾纪念碑之前，我们因为每年都要去的嘛，后来是的，在那里我们还相遇了。大家看看他当年呢，馬上就一見到我，阿珍啊，又要除了懷念那段抗戰的生活，還在我們如果是聯歡的時候呢，就會送利是給我。我說阿哥啊，不是啊，我應該我給你啊。他說不是，你那時候這麼小啊，幫了我，我們現在當然送回給你啦。是很親切的一種戰鬥情義啊！好可惜，佢前年咧先至係喺香港病逝啫。但係呢段情義對我嘅整個人生嚟講，亦都係好重要嘅一段。
生活，亦都係反映我哋喺東江中隊嘅游擊隊裏邊，互相之間都有一個信念嘅影響，係啦。所以咧，亦都係互相有教育同埋有呢個鼓勵嘅。嗱，我哋喺回歸之後，我又見到一個方蘭大姐。我點解會特別要拉住佢又一齊影張相咧？因為我當小交通員嘅時候，亦都知道方蘭大姐嘅媽咪曾經就係因為喺交通站喺交通通訊工作過程當中，呢個已經係1944年嘅3月17號，佢喺運送情報嘅過程當中喺船上。被敵人咧發現咗具體嘅情報資料，嗰啲情報係咩情報啊？都唔係普通情報喎，正好係我哋嘅遊擊隊打入敵人內部啊，收集咗一個佢啲修理軍械軍艦隊啊機械嗰啲情報，嗰啲情報就比較大卷啲，攝喺個內襟衫度。咁開始敵人就要審問啦，咁重要嘅嘢你喺邊度拎嚟噶？就冇放過，所以將佢運咗3個幾月，一直到6月份，然後宣示按照間諜啊情報間諜員將佢殺害。所以我哋喺回歸嘅時候，我一見到方蘭姐，我又同佢一齊再影張相。當然他媽咪馮芝亦都是在去年被我們國家認定是抗日的英雄，是我們港九大隊裏面的抗日英雄之一。所以情報工作的重要性對我來說亦都是一個很深刻的影響。我雖然沒有這個當時沒有接受到危險，但是這個情報工作確實 是我們港九大隊完成很多任務的過程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在這段生活當中，我媽咪其實就一直都是做著她可能完成的工作。一個就開始在大隊部做一些文書工作，整理文件，整理資料。後來在傷兵醫院的時候，她就做這個施藥員，即是醫生開了副方之後，咁按劑量分俾所有嘅傷員需要。佢亦都係一直都係堅持咗喺呢個部隊裏面集體嘅生活。我哥哥咧就唔一樣啦。我哥哥參加部隊之後，就跟住我大姐當大姐嘅身邊嘅通訊員，亦都係服務員。咁呢個咧就係、是、一直到1983年嘅時候，1983年即係戰後好多年之後啦、啊、我家姐同佢嘅老戰士一齊，當年喺敵工科工作嘅、啊、有佢哋嘅第一任科長，後嚟我家姐嘅科長啊。咁咧企喺坐喺中間嗰個就係我大姐林展啦啊。咁咧喺後排。最左邊嗰個叫林奇，就係我哥哥啦。所以當時佢哋係啊，都一直喺部隊裏邊參加工作嘅。我哋一家人喺呢3年零8個月，除咗我係一直都跟住媽咪之外咧，其實各個人咧都有自己嘅任務啦，嚇，好難得到團聚嘅啦。是啦，咁當然，要喺3年零8個月嘅所有嘅事都講完，真係好難啊！但係我就講咗幾自己親身經歷嘅幾件啦。咁到1945年嘅8月15日咧，終於係日本宣布
無條件投降，他是停止戰爭。但是其實在這段期間，我們的部隊都繼續要做了很多工作的。其中一部分工作呢，就是因為為什麼呢？日本仔一宣布投降之後，其實在港九這個地區也都是很混亂的，因為日本人立刻不執行他那些管制了，社會上就治安是很亂的。所以在這個期間呢，他的接受投降的部隊也都未回到香港，他就提出一個要求了。要求什麼呢？要求我們東江中隊本來我們接受日本投降之後，在共產黨領導底下的八路軍辦事處和我們的總司令朱德總司令都已經宣布了可以就地接受日本的投降。但是這麼亂怎樣接受法呢？我們的隊伍當然就是逐個地區，大朗、這個、元朗、西貢、沙頭角，甚至市區中隊都進行了一些工作，要他日本人一定要交出他的武器。這是接收過程當中我們做了一些工作，但社會上的治安是還未可以立即搞清楚的嘛，因為那些警察都不巡邏了，怎麼辦呢？所以英國人當時就提出，你們不要走字，要幫助我們搞好這個治安。那在這個時候呢，我們又不可以隨便答應的，所以當時東江中隊司令部就請示了黨中央然後派出人員進行過談判才是有了一個結果。是什麼結果呢？就是談判過程當中，就是我們不可以整個部隊留下，因為那時候在四五年後期我們已經開始了一個軍事調船處的談判工作，東江中隊是已經準備北撤了大部隊北撤了，有部分人復員會留在香港的，所以他就提出了，他說你是不是可以留下跟我們先安頓這個維持這個治安一個階段呢？我們提出要留下可以，不是整個部隊留下，是以復員的人個人的名義，但是以村與村之間、本村之間成立這個自衛隊，繼續維持這個秩序是可以的。但是在這個這情況底下，你又要給一定資源我們，你沒武器叫我們赤手空拳怎麼管理呢？是吧？另外呢，我們既然有人在這裡繼續要服務了，我們就要留下這個機關在這裡隨時跟他們做有組織的聯繫，不是散兵游勇，你處你一個他處一個，是有組織的。那這個組織就是什麼呢？就是新華社的前身了，有一個組織留下在這裡。這個地方呢具體都很清楚的，所以這個抗戰勝利除了我們歡呼和這個有其他很多殺豬啊這些這樣的生活上的問題，最重要就是這一點，就是我們東江中隊在抗戰期間做了保衛香港的事，就是日本人投降之後英國人直接回來再接收之前，我們都做了很多工作，而且做到幫助他訓練警察，重新訓練警察維持了上將近九個月到一年的時間。所以這個部隊在保衛香港這個過程當中的作用是始終有事實的重要的這個根據的。但是北撤那部分呢，就已經在1946年
六月三十號從大鵬灣鯊魚涌嗰度啊撤走咗啦。目的係咩呢？目的當時我哋唔想國家再有內戰，因為四五年之後我哋喺重慶啊，國共就做咗談判，要成立呢個民主政府，希望咧係通過協商將國家統一起上嚟，啊，過一個和平嘅生活。但係當時嘅環境最後係有唔承諾呢個雙十協議嘅國民黨啊嘛，啊嗰一部分人，所以後嚟不得不就北撤咗。咁當然，既然大部隊北撤啦，咁有一部分可以做呢個武裝保護工作嘅都有保護啦。但我同媽咪咧就復員回港啦，係啦咁樣。時間差唔多啦，係。咁其實咧，我哋喺回港之後，當然有一啲生活嗰啲細節嘅問題啊，即係又係要，如果講古嘅話，又係好長時間啦。我哋不如向前少少，接近翻回歸呢段時間，就係喺1983年嘅時候，其實我哋呢部分曾經喺香港參加抗戰嘅老戰士咧，因為有一部分北撤咗啦，北撤之後佢哋唔係就放低武器喎。北撤之後，佢哋從北向南啊，首先係北撤咗去咗煙台，山東煙台啊，喺嗰度咧參加咗中國人民解放軍，咁啊開始做解放中國工作啦啊。嗰、那個部隊咧改編為咩咧？叫兩廣中隊啊，就唔係一個廣啦嚇，兩廣中隊，而且咧。系啦，咁就一路從北向南，一路到呢個1949年啊，就一路翻到嚟廣州啊。咁有部分復員嘅人咧，就係喺呢個廣東省內啦，當然仲有啲喺外省添。咁喺83年咧，我哋有中英談判開始啦。咁大家對呢段戰鬥的事蹟的回憶呢就很強烈了、有些聲勢已經有可能回歸、這部分同志呢就首先在香港成立了這個廣州地區的老游擊戰士聯誼會，其中就有一個是港九獨立大隊的老戰士聯誼會、他們呢就將回憶了我哋3年8個月喺港九地期間戰鬥嘅經歷啊，包括各個戰役各部分嘅力量嘅轉變，寫成隊史，咁啊有咗一個聯誼會嘅組織。咁喺83年到97年之前呢個階段咧，我哋復員翻咗嚟香港嗰部分同志咧，就每年都會喺12月3日啊，因為係港九獨立大隊成立嘅日子啊嘛，都會翻去廣州一齊聯歡嘅。咁喺呢個基礎之後咧，卒之我哋就喺回歸之前又成立咗一個準備翻嚟香港見證回歸嘅個重要節日啦。咁所以喺1997年嘅6月底之前，有400多人就翻咗嚟香港，而且真係直接參加咗整個呢個回歸嘅慶典。當時我哋嘅參加回歸慶典仲唔係去咗大會堂嘅，我哋喺北區嗰個大會堂裏面啊參加咗慶典，然之後咧。在97年，因為回歸是7月份啊嘛，喺97年的中秋節，
董特首呢又特別接待了我們這支老戰士。當時大家就很明確了，我們打完仗，北撤的北撤了，復員的復員，但是這段歷史在香港是沒有人再提起的。我們呢就需要成立回我們的聯誼會，要將這段歷史擺回出來，是了，所以我們才在1998年啊，正式向政府註冊，成立了袁東光中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擊戰士聯誼會，即是我們將各方面的情況啊，都原有的人員聯繫好，因為原來那些有些是犧牲了的，有些是仍然是健在的。有些當時是班排長、中隊長、是指導員，這些人都在這裡，我們可以列得很清楚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收集了在3年零8個月當中，我們有115名烈士是真的在保衛香港這個區域當時犧牲的。所以我們就將這個烈士的名單在通過特區政府正式樹立了，將他們納入在香港大會堂裏面的烈士庵裏面。這個是我們第一屆聯誼會的會長羅歐峰，他當年也是海上中隊的隊長。除了這個烈士名冊之外，在這個烈士庵裏面特別呢又列出了有這個東江中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木牌，這個是在97年回歸之前不存在的東西，我們要它真真正正將這段歷史擺放出來，要宣傳出去，要講出去。所以呢我們正式就成立了這個聯誼會，成立聯誼會之後呢，我們也都將這段歷史所有的資料送到去北京的盧溝橋全國抗日戰爭勝利抗日戰爭的紀念館立案，將這段的過程歸入去全國抗戰的歷史的過程，用派了代表親自呢參加了在回歸一年之後的在北京召開來的會議所以我們後期呢進一步就將安撫我們老戰士在香港作為太平洋戰爭受害者的這個納入這個國家政府的範圍，所以我們這個聯誼會後期呢一直都堅持了是繼續要繼承當年我們這個部隊是共產黨領導的部隊，他的奮鬥精神是怎樣去團結人民、團結一致、統一領導，為了整個民族的利益去繼續戰鬥，開展這些活動，亦都參加特區政府所有紀念抗戰勝利有方面的教育和宣傳，因為我們自己親身有體會，這些歷史不講真是沒有人知道，困難我們克服了，是經過了，但是今天的和平得來是不容易的，要使到我們的後代都有清有楚、有根有源，我們一定就要進行這方面教育。所以在那次這個董建華接待我們的代表會議的時候，我們就提出要將這段歷史寫在教科書上面，因為後代的人是今後接住呢個民族戰爭、民族解放重要嘅責任嘅。當然後期我哋亦都不斷咁樣出咗好多呢個有關隊史嘅宣傳，甚至出畫報甚至我哋嘅老戰士親自到學校去講解、宣傳呢啲曾經親身經歷嘅歷史呢啲活動嘅。
由於我哋呢啲工作嘅具體實踐，咁香港政府咧喺1999年嘅10月，亦都向我哋嘅第一屆聯誼會嘅會長羅歐峰同志係獎勵咗一個呢、這個係啦榮譽勳章嘅。咁即係唔係因為佢一個人嘅事蹟，係包括咗。是港九大隊當時團結了港九的人民一起做主恢復這段歷史的工作，所以這個榮譽不是我們自己個人的，依然是因為有共產黨的領導，我們先行到那步，先戰鬥到那堅持到那步，所以我們都很珍惜這個榮譽。我們現在的後代，我們聯誼會後代不單止是老戰士本人，是包括他们自己的只是亲属子女，从2016年啊也都参加了这个会，要参加这个继承的工作，就是要将这段历史发扬光大，要将我们自己是本身是中国人应该有的责任一定要坚持到底，就是这个目的。曾姐，你都講咗你哋嘅聯誼會嘅一啲嘅歷史啦，成立嘅過程啦，咁你都帶咗啲相俾我哋睇一睇喎，即係譬如係或者可唔講下呢個抗日英烈紀念碑嘅事情，好唔好啊？頭先你都想講一講。啊，呢、這個係係啦，呢個係湛竹灣嘅抗日英烈紀念碑。呢、這個紀念碑咧係1983年，頭先我講到。我哋83年喺廣州有個聯誼會成立咗，咁我哋啲老戰士咧喺呢度咧，亦都提咗一個意義，即係話係啦，喺廣州有人都講呢段歷史，我哋喺香港點解唔講咧？點講咧？用咩去講咧？用口講係嘛？唔夠力量，我哋應該將呢段歷史立起碑，係啦。咁83年就提議，咁84年咧，正好曾生司令員咧喺嗰年亦都。嚟到香港訪問，他應該是出國去澳大利亞訪問過程當中經過香港，咁佢再嚟香港梗係會同父老鄉親見面啦，就去到西貢啦，咁就同我哋呢啲老戰士亦都見咗面啦。我哋就話啊，我哋要希望建立翻一個抗日嘅烈士碑。曾生司令員當然應該啦，啊，我哋通過碑先有個形象嘅懷念，有事實嘅宣告。不是一片紙寫完就沒有了這樣的辭職，所以他就親筆就提詞，是叫做抗日英烈紀念碑，是啦，啊，那84年呢就正式要這個向政府申請了。在政府申請當時呢，除了我們建議，那當地的居民包括新界鄉議局這部分，啊，這些結構大家都齊心，我哋應該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要做呢件事。咁喺當時係仲係英管時期啊嘛，咁但係英當時即係喺呢個英管局裏面做嘅華人咧，啊嗰啲叫李文虎啊，啊陳瑞章就係其中之一，啊咁仲有其他一啲具體事務嘅人，都係有愛國心嘅，佢哋都覺得係應該。做呢件事，所以就成批地啦，尋呢個地點啦，咁啊請邊個去設計咧？就請當時華南工學院呢個建築研究院嘅嗰啲專家啊，幫我哋設計。嗰啲花崗石去邊買啊？去國內買啊？去邊度咧？福建啊，咁啊經過深圳啦。去到深圳的這個民政局呢支持我，我們一定保證你們的質量和運費資源。華南理工學院的設計院呢就提出我們義務設計，即不收費，本來人家設計一次哇不知道多少錢，我們搞不清的，是吧？一些義務設計，所設計那部這個碑的形象也很特色，现在如果我们去看
從側面睇，佢唔係普通嘅一個直角形嘅四方或者三角或者圓形嘅柱，佢係正面係直嘅，兩個側面係斜斜地向上向中間，後面乾脆係一個弧形。啊，你喺呢個右佢嘅右側角睇嘅話，其實係一支步槍，所以呢個形象都係好突出嘅。咁而且籌款嘅時候咧，除咗喺香港嘅父老鄉親籌款，我哋仲派出咗呢個海外嘅代表喺英國喺外地籌款，所以而家紀念碑旁邊嗰啲父碑有好幾個嘅，有捐款嘅人嘅名單，捐款嘅數量，前面有籌委會嘅主席，籌委會主席就係我哋老戰士，當時喺沙頭角中隊嘅劉錦文先生，係啦。咁咧，捐款嘅內容數量清楚之外咧，好突出，仲有英磅，仲有法郎，有比利時嘅法郎，有呢、這個瑞士法郎，即係話喺國外嘅華人對港九大隊當時港九人民抵抗敵人嘅呢種精神都係好值得寶貴嘅去繼承嘅，所以我哋喺呢個碑前為碑園啦除咗門樓同埋旁邊有休息亭之外，後面仲有一座。2004年，呢個又講起盧溝橋啦。頭先我哋話我哋要匯報我哋嘅事蹟俾盧溝橋呢個展覽館，於是咧喺盧溝橋展覽館旁邊嘅宛平苑，佢哋喺盧溝橋旁邊一圍做咗好幾個銅嘅塑像，係啦。咁其中有一個咧就係赤子報國呢個塑像咧，佢哋要同我哋複製咗一個送到我哋呢個紀念碑園裏邊，係啦。咁呢個塑像好有特點啦，有漁民啦，有農民啦，有工人啦，有知識分子，好多戴眼鏡嘅，你大家真摯去睇一睇。嗱，當然要最重要有拎起武器嘅啦，好突出嘅。咁另外咧，喺前面碑園嘅前方南方，仲有一本石書。呢本石書又係我哋自己老戰士籌款，自己請求人設計，叫做《永遠難忘的一頁》，將我哋嗰段歷史做咗啲乜嘢，點樣跟住共產黨領導全港嘅人係抵抗敵人啊？呢種精神我哋永遠唔可以忘記嘅，係啦。咁成個紀念碑大家可以睇清楚，唔係紀念幾個人，唔係某一部分人去樹呢個碑，係全中國嘅人都一齊要肯定呢件事情，要用呢種精神繼續我哋民族解放運動嘅力量，係咁嘅意思。所以從1989年正式成立呢個碑以後，每年我哋都會組織父老鄉親，我哋嘅愛國團體我哋自己梗係仲要去不論最近幾年有次呢個形勢唔係咁平靜嘅時候，我哋都始終維持一定會照樹喺8月15前後呢個星期日或者星期六去懷念我哋嘅烈士，去宣揚當時港九人民呢種抗戰嘅精神同力量。至於烏蛟騰嗰度，亦都係好詳細啦。那個我哋都係一樣咁對待，係啦。好，咁呢張相咧就見到係2004年啦，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旅遊擊戰士聯誼會執委啦，咁喺西貢烈士碑園嗰度合照嘅喎，係啦係啦。咁我哋亦都同我哋分享一張相啦，咁就係1987年嘅港九隊老領導係舊地重遊，不如阿珍姐你又分享一下呢一張相。當中呢張相就1987年就係、大隊部喺赤徑教堂。係啦，大隊部咧，其實港九獨立大隊嘅大隊部咧，港九大隊成立嘅地方咧就係、喺西貢黃毛應嘅，
係啦。咁但係喺黃慕英過嚟呢、這個赤徑咧，亦都唔係好遠啫嚇。咁、啊、所以八七年咧就係、是、香港未回歸，但係國內嘅形勢咧就已經比較好發展得好快啦。咁好多老戰士咧，從各地有啲從北方噶嘛，有啲喺東北嘅，有啲喺貴州嘅，有啲成都嘅，都逐漸聚集到呢個廣州呢度聯絡。係頭先我咪提到1983年廣州地區嘅老戰士聯誼會已經成立啦，所以佢哋成立咗之後就為咗總結翻、回顧翻我哋3年8個月嗰段歷史，佢哋經常就會有時再落嚟香港同。復原在香港的老戰士聚一聚，所以當年呢也都來到這個赤徑的舊的東宮總隊遺址、啊、在這裡呢就特別是寫了這個永遠難忘的一頁，即後來2004年那個那本石書上的文字就是他們在這裡 聯絡了之後在這裡呢商量了確定寫出嚟嘅。嗯，好。咁喺1987年呢一張相之後咧，珍姐你都有帶咗一張比較近年嘅相嘅，咁我睇下先啊。喺近年裏面咧，係啦，喺2009年咧，克爾中衛嘅兒子嘅仔仔咧，就曾經嚟到西貢咧，你哋嘅旅遊激戰士聯誼會嗰度咧，去探你哋一班老戰士嘅喎。咁或者啊，珍姐，你可唔可以趁呢個機會都講下，其實克爾中衛當年你哋去營救克爾中衛嘅一啲事蹟啦，咁同埋當日啊，佢嘅兒子再嚟探訪你哋嘅當年嘅情況好唔好啊？哦，呢個相係。其實克爾中衛他在香港是什麼時候受傷和我們去營救他呢，就是1944年的2月、啊、他來香港是轟炸這個啟德機場的，那麼轟炸任務就應該是完成了，他開始走的時候，但是他機尾中彈、嗯、一著火，佢當然係好及時咁就彈射自救啦，即係跳傘啦。咁因為其實啱啱喺機場嗰度，你飛出冇幾遠再跳傘，亦都係機場上空嘅啫。咁佢自己本身都睇到機場底下嗰啲人嗰啲哇嘈喧巴閉，嗰啲日軍喺度，哇好啦，你跳傘就啱啦。佢都好驚嘅，但係一陣東南風。哦，將佢吹咗去慈雲山上面個獅子亭，係啦，咁就喺嗰度降落傘就掛咗落嚟啦。正好喺嗰時候咧，亦都係我哋廣州大嘅小交通員，叫做李石啊，佢小就比我大好多啦，唔係八歲啦，係呢、這個十幾歲嘅時候。咁佢一發現跳落嚟嘅係一個高鼻子、藍眼睛，梗係唔係亞洲人啦，唔係日本人啦，啊，咁佢咪上去掹佢咯。咁因為克爾中衛佢哋係呢個當年係同我哋即係合作嚇、啊，要打擊日本人嘅，佢哋嘅部隊嘅啲飛行服裏邊都有一張即係要求。游擊隊營救的那個中文字、啊、即是我們是什麼隊，那游擊隊小鬼馬上不理那麼多先，將它掩埋了在獅子山後面獅子亭後面的觀音山別村一個山道裡面、啊、然後再向部隊這個報告，那報告完之後呢，當然整個營救工作就是大部隊部署了，因為敵人日本人看著在啟德機場飛到來這頭有多遠呢，你落來落去都是在新界地區了，所以他們又派成千人上來搜索，好像梭沙那些鼻那樣、嗯、但是我們的辦法呢，我們就一村一村一山一山地跟他運送，
是有組織的，當然派一些可以講英文的，有翻譯的，另外呢就有些就是這個會打仗的，會保護他的。咁從觀音山、飛鵝山一路向西行、向東行，就去西貢了。在西貢周圍亦都藏了很多次，在大浪山灣後面山洞裏面藏了幾日，一路是二十幾日啊，係啊。咁但係卒之咧，當時我哋部隊亦都採取另外一個戰策，就係圍圍營救，喺部市區中隊炸佢窩打路道地鐵橋，喺市區中隊散發子彈戰。咩子彈戰啊？唔係步槍嗰啲子彈喎，係用紙寫成嘅傳單。啊！又講佢啊喺邊度嗰啲敵軍俾我哋剿滅咗啊！譬如佢有啲油炸鬼啊，啊有啲牛潭尾嘅呢個農場啊，冚唪唥俾我哋襲擊咗啊！佢窩打老道嘅鐵橋都俾我哋炸咗。我哋炸嗰個叫地雷戰啊！地雷戰係啦，一個係紙張嘅紙，一個地雷喺地下埋咗嘅炸藥。所以他不得不由將手熟的部隊拉回來市內了。咁呢邊咧，我哋卒之從海上又運走了，運走他嗰個老戰士，當年都是一個小鬼，是水上通訊員，叫黃立光，又是早幾年先至啱啱去世啫。佢自己講好清楚，講得點樣送佢阿叔嗰隻船送佢走嘅。咁送走之後咧，當然部隊係好周密咁樣一路帶咗佢去深圳嗰邊，去到東江中隊嘅營部，係啦。喺送走佢嘅整個過程，當然東江中隊都做咗好多細節嘅工作。佢自己咧就畫咗好多呢個漫畫啊，當時點樣被炸，點樣送咗落個呢個山洞裏邊啊。然後又怎樣有人送走他，他的報告冚唪都最後都去到飛虎隊，美國飛虎隊那裡，所以美國甚至連總統都知道這件大事。所以 在處理這些俘虜的營救過程當中呢，我家姐因為一直都是國際情報工作的成員，而且是對外翻譯的主要成員，所以呢也都有當時臨走台上轎之前，他哋都在司令部山後邊影咗張相。啊，呢個咧就一個女人，呢個就是我家姐林展啦，係嘛？喺佢右邊嗰個最高嗰個棟住支拐杖嗰個就係受傷嘅黑衣中尉，再旁邊嗰個就係曾生司令員，係啦。我家姐呢個左邊呢個咧就係當時係姚章峰，係總參謀長。咁呢度係一二三四四個人，其實呢度旁邊仲有一個人嘅，就第二張相啦。第二張相咧，呢個就黃作梅啦，就係同我家姐一直喺國際情報工作嘅，一直係親密切嘅戰友嘅過程。咁正好呢張係咩咧？呢張相咧，後邊呢張相咧就係黑衣中尉影嘅，因為冇咗佢影啦。前面嗰張相咧就係黃作梅影嘅。啊，呢個都係佢哋喺臨走嘅時候。在山後司令部山後面撤退留下的痕跡。所以這些事情呢是黑衣中尉自己回到美國之後寫書，他要報告的嘛，是不是去了這個遊擊區那麼久怎麼過的日子，是不是他也都交代他的妻子和他的兒子，就是一定要找到曾經營救他的中國人。所以後來他的兒子就是一路繼承他的業主，而且他的兒子就正好 是做這個 IT 工作的，是的。他是來到深圳之後才找到很多人才找到這件歷史，所以09年其實他07年就已經見到我們的後代了，有了一次交潮了。09年就直接去到我們西貢這個會所那裡，是的，跟我們說當時這張照片裡面有黃立光的，就是坐在最左邊那個穿格仔衫的黃立光，我覺得英語很厲害的，
同佢講嗱，你話俾佢聽，我當時就係送黑羽中尉離開香港呢個西貢嗰隻船嘅，係啦，指明個地方喺邊度，係啦。咁而且咧就係、是、後嚟呢個黑羽中尉佢兩個仔又繼續再一個就去咗我哋嘅湛江灣烈士碑進行拜祭。我啲相片今日冇帶嚟，其實都有嘅，係啦，親自去。而且咧又去探望過，營救佢嗰個小交通員李石，係啦。上次咧我就同李石個仔而家一齊咧，都曾經去呢個獅子山呢、這個慈雲山後邊個獅子亭度一齊嚟講呢段故事噶啦，係啦。咁呢啲咧係反映咗當年我哋嘅戰鬥係真係做咗事實。是國際上有影響的，就不是自己我們自己講口，是世界上有承認的。尤其是這個美國飛行員，即是黑羽中尉被營救了之後呢，他就跟我們建立了這個中美軍事情報聯絡員，當年我們的袁庚就是跟他作這個聯絡處的處長。咁黃作梅咧就主要同英軍服務團做佢嘅工作啊。好，仲有咁啊，珍姐咧，你帶除咗帶今日帶啲相嚟同我哋分享之外咧，我都見到台上面咧，你都帶咗一啲國家啦，同埋人民頒俾你嘅一啲獎牌嘅喎。不如你都介紹一下同我哋咁啊。好啊，我哋始終都咁樣認識嘅獎牌嘅紀念價值。是很重要的，是對於一個人的一段歷史啊作一個結論的。但是我先講有些什麼內容先啦，是啦，這個呢就是抗戰勝利70周年的時候，是啦，亦都是2015年，是啦，由國家共產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呢三個最高嘅層面發俾每一個實際參加過當年抗戰嘅老戰士一個紀念章，係啦。咁第二個咧就係、是、建國70周年嘅紀念章，正因為我哋喺參加咗抗日戰爭之後。大部分同志亦都係參加咗解放戰爭嘅工作，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過程當中，我哋都盡咗自己一分力量。咁呢個咧係抗戰勝利70周年嘅時候，香港人民送俾我哋嘅。啊，呢度前面咧寫嘅係功在家國。啊，咁另外咧後邊啊。是很清楚的、啊、香港各界人民慶祝抗戰勝利70周年籌委會，所以我們都很珍貴這個紀念章，因為人民承認我們的，人民承認了我們做出的努力，但是對這三個紀念章我們的任務呢是要繼續不遺餘力，在一生當中堅持呢一件偉大嘅工作，先對得起大啲嘅紀念章嘅作用，就係咁嘅過程。嗯，好，咁我哋都好多謝阿珍姐你嘅分享啦。咁其實知道咧，你雖然頭先你所講咧就係話，喺東江中隊港九獨立大隊，你喺加入裏邊嘅時間唔係長嘅，但係咧對你嘅影響咧，其實係直至今日。你對國家、對人民都仍然有好深遠嘅影響嘅。咁咧，我哋今日咧都收到好多網上朋友嘅提問啦，咁都想阿珍姐你咧去回答嘅喎。咁咧，我哋睇一睇咧，其實有朋友問大營救啊，頭先講啦，即係東江中隊咧，佢哋喺抗日戰爭裏邊做好多大營救嘅工作啦。咁其實會營救咗係邊一啲嘅文化嘅人士咧？在大營救過程當中呢，是的，一種就是民主人士，即是說他們是我們國家裏面
各種當時要求國家統一啊，有發揚民主的一些人士，譬如當年的國民黨這個委員會裏面其中一個就是何香凝，係啦，女士。仲有咧，後嚟係呢個劉曉慈啊，係啦。仲有咧就係、是、文化人士方面咧，就係、是、好似周濤粉啦，啊，同埋茅盾啦，啊，包括我哋嗰個國歌嘅歌詞作者，嗯，田漢。如果從文藝界方面咧，仲有好多啦，啊，甚至係呢個可以寫科學故事嘅嗰位係，我一下記得咗先。唔緊要。係啦，嗰、那個有咩病啊？個係講到。咁研究之後，佢哋又會去咗，帶咗佢哋去邊度啊？嗱，研究咧係其實有兩次。主要咧，佢哋就會翻咗去國內，啊，有啲去重慶啦。譬如呢個田漢佢哋喺重慶，後嚟仲編咗一個劇，專門係講喺香港呢個抗戰期間嘅事情嘅。咁而且呢個劇咧有一個主題曲，就叫《再會吧，香港》。呢、這個就係琴日咧喺九一八。勿忘九一八，愛我中華嘅抗戰九十週年紀念會，大家都演唱咗，係啦，好生動咁反映咗香港本嚟係和平嘅，係一個漁村，但係係遭受到日軍、日人同埋帝國主義嘅侵佔，但係最後係因為有我哋呢個共產黨領導嘅軍隊繼續喺度，然後先至有希望。爭取到香港的今天的勝利，係啦。仲有就是後期咧，喺成立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協商會議的時候，啊，有很多呢個民主人士咧，都是從香港呢邊撤翻去北京，參加了國家成立呢個政治協商會議的呢成員的工作。好，咁。就問一下第二條問題啦。有朋友咧就問咧，喺狄公科啊，除咗上堂之外咧，仲有乜嘢嘅教育方法嘅咧？呢件事咧，我係從我家姐嘅回憶錄裏邊睇到嘅。啊，佢講得好清楚，就係帶佢哋，甚至去到我哋嘅部隊生活嘅地方，即係有官兵生活嘅地方。看到大家的生活是官兵一致的，是的，不是说即是分开这个吃饭又不一样啊，或者是待遇不一样啊，或者是上下级之间是那种很高的即是障碍距离，是的，阶级的距离是很统一的。另外就刚才就说特别是带他们上街，你们看看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我哋喺遊擊區係咁和平嘅，係嘛？門户開放，夜不即係鎖門嘅，係咪？而且咧，因為佢哋一出嚟咧，佢哋個樣一睇，真係即係都係日本人嘅樣。咁啲老百姓其實一睇佢哋咧，你哋嗰班就好即係要掟石頭打佢嘅，係啦。咁但係我哋反而係派住啲成個排嘅。衛即係衛隊保護住，唔准啲老百姓打佢。咁翻嚟叫佢講喎，你係咪親自睇到優待你哋嘅政策咧？啊，如果我哋唔管，即係打死你都冇得行噶，係嘛？另外咧就係又要分析佢哋嘅成分。頭先我講咗啦，佢一種有三種呢個唔同嘅出身啊嘛，啊！一本日本人啦，一本朝鮮人啦，仲有一部分係呢個台灣人啦。咁啊，同我具體講咯，你到底係邊度嘅人咧？你而家為邊個去服務啊？係咪啊？你打咗中國人，又唔係對你朝鮮好，
係嘛？呢啲實際例子同佢講，按佢哋唔同嘅成分同佢講道理。另外咧就係、是利用佢哋自己有自己的自尊尊嚴啊嘛。我哋準你喺有條件嘅情況底下，你食嗰啲食物按照你嘅習慣，譬如有時食啲魚生啊，啊，同埋佢哋有時有幾個節日噶嘛，準佢哋唱佢哋嘅民族歌曲。啊、我哋香港人好似都識唱啲日本人嗰隻歌嘅，係啦，咁都俾佢哋有佢過佢民族節日嘅時候，啊，即係真正有佢自尊心啊可以發揮嘅時候，而且指明一條出路，只要你唔再繼續對抗，係嘛，我哋就俾你有自由，而且實際上我哋喺接到佢哋投降應該投降嘅時日之後，就立即組織佢哋遣返，係啦。我家姐冚棒嗰啲過程都做咗嘅，係啦。甚至咧，佢哋當中當然因為係敵人啊嘛，都有唔同嘅成分嘅。譬如其中有一個軍曹咧，亦都曾經係要造反嘅。點造反法咧？佢偷咗喺地方住嘅老鄉嘅一個大鐘的法條，啊，那些大掛鐘的法條，鋸斷它，磨尖了，組織了幾個人，就準備要作反，而且目標就是要暗殺我家姐，科長嘛，是不是？但是他組織那幾個人當中呢，又真是有好人的，啊，就報告了這件事，所以未等他正式造反成功，我哋就拆反咗佢個暴動啦，啊！而且將佢拉埋一邊，然後講俾大家聽：嗱，你唔好以為你手上有咩咩刀咩法條，係咪？我哋都知道曬你嘅事啦。而家你已經揭底啦，冇得做啦。咁你哋咪安平安冇事咯？呢啲咪正式係我哋執行政策呢個過程。咁所以佢都係要服嘅，其實都實踐咗八大注意裏邊係不即係侮辱一啲俘虜咁樣咯，係咪啊？係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其中嗰幾項係啦。係啦，咁另外亦都有朋友問咧，點解漁民啊會特別歸類出嚟直屬政訓室嘅咧？因為頭先佢哋咧睇到我哋最初嗰、那個組織的編制裏面看到漁民這裡呢是特別是拿出來做一個政訓室的、那就因為有我們、港澳大隊的特點了，因為我們香港的環境海岸線比較多，漁民本身也是比較多，而且我們在西貢的特點也是漁民更加多，我們的漁港當時就在梁船灣，現在是最靚嗰個灣啦，係嘛？攔住曬嚇啊！咁政訓室就要去發動呢啲漁民嚟參加我哋嘅隊伍。政訓係咩啊？就係、是、做一定嘅政治思想教育啦。因為人想嘢係有個過程嘅，認識呢個事物都有個過程嘅。尤其是嗰陣時就組織啲漁民對嗰啲漁霸就進行一啲工作啦。一方面商量，你大佬唔好淨係你賺錢啦，係咪？買翻嚟錢，打翻嚟嘅魚好平，你又收咗；好貴，你又賣出去，錢係咪你收？咁邊個同你打魚啊？冇人打魚，你亦都冇嘢賣啫嘛。咁呢個咪要溝通談判咯，啊！咁呢種談判即係有技巧嘅，亦都唔能夠拎住槍指住你，制唔制唔制，崩咗你，崩咗你又冇嘢做噶啦。所以都係當年嘅共產黨的工作是很重視這個政治方面的教育，這個其實就是講清楚道理，大家都有利的事我們一起做，就是這樣理解這件事了。漁民在即海上的防務裡面，他們有沒有什麼的即是任務的呢？所以就我們要成立了海上中隊咯，我們海上中隊，因為香港這個地帶是日本人要向南運或者北運
必经之路。我哋要丧失佢嘅呢个喺海运上嘅便利条件嘅时候，控制条件嘅时候，我哋就要海上想办法啦。所以虽然当时我哋都系用木船、帆船，啊，客家人仲话槽仔船，即系唔系咩大嘅大战舰乜舰乜舰啊，但系我哋都要袭击佢，而且我哋经常就会引诱佢嚟岸边，系嘛？我哋唔系直接就上你嘅大火轮上去搞嘢，啊！因为有时有风有浪，你喺海已经行唔到啦，你要靠边，靠边我咪喺山上打你咯，啊！嗰啲游击战术就系边度有利我就打边度，啊！同埋咧喺海上嘅时候，我哋嘅渔民虽然系一开始真系冇咁多机关枪啊或者咩大炮啊嗰啲啊，就用鱼炮都打你，真系搏命嘅，啊！头先我讲嗰个曾九大哥，后来我听我哋啲战友讲啊，佢就系放鱼炮嘅时候放慢咗手，啊，呢面拉绳未放未抌晒出去就爆炸啦，所以面上受伤啦。啊，咁其实咧好多渔民点啊，佢虽然系风帆，佢对熟悉啊嘛，该扯去边度啊？而且我哋嘅海上中队啲战士里边有一个叫做丘笔。真的很了不起，当时他真的拉了个扯帆的那个风船，啊，但是刚刚遭到敌人袭击，敌人都知道你既然是只帆船，扯帆那样是最重要的，所以枪全部集中在他身上，但是他就一直坚持扯住几下都不放，啊，最终是牺牲了。当战友去到他身边睇到嘅时候，船舱里边血系满咗啦，子弹喺佢嘅胸前背后亦都满咗啦。虽然嗰次系打赢咗啦，我哋系冇俾佢打沉，啊，但系我哋嘅战士都有牺牲。所以呢就体现咗有一定嘅民族意识，我就敢向敌人斗到底，啊，不顾自己生命安全。所以我哋个115个烈士，每个烈士后面都有好壮烈嘅事迹。我同各个好多外国嘅团体都讲过好多次，啊，系真系好值得我哋坚持学习佢哋嘅奋斗精神、拼搏精神。咁咧，我哋时间都唔系剩翻好多啦，不如问多最后一条问题啦，曾姐。咁有朋友想問，其實日佔時期對你來說最難忘的是哪一件事呢？即對你在譬如做小鬼通訊員和在護理員裡面，最難忘的事其實是我家發生的，就是我屋企曾经就是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的刑场，他是当着我妈妈和我和我哥哥的面在污蔑我家姐偷日军军票的时候在那里敲打。那年其实我未到八岁，是六岁七岁，但是他们的无情，当然最后我家姐是毫无委屈，他怎打我们都不可以承认，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件事，而且他在被打的时候一直叫我妈咪，你不要怕，我没有做错事。所以虽然我怕，我摸着妈咪的三尾站在一边，但我见我家姐打击都不会哭，手臂肿了她都没有低头，甚至敌人最后用刀背在她颈上叫，她只叫
我哋细佬妹，如果我死都一定要报仇，就系呢个咁嘅环境，系我一生不能忘记嘅。当然后嚟佢先至同我妈咪讲清楚，当敌人走咗之后先讲清楚，点解佢会遭受呢种虐待？其实佢只系一个情报员，深入到敌人嘅公寓里面做洗衣工。本来敌人想侮辱佢，但系佢反抗咗。喺佢反抗成功之后，敌人又用另外一个仗，一个罪名污蔑佢。所以我妈咪当时就讲啦：，既然系咁，你早啲讲俾我哋听啊！我哋坐喺屋企都被打，冇国家保仇保护，我哋点样可以生活？所以后来妈咪就决定带住我同埋哥哥一起都参加咗部队。如果讲最难忘嘅，而且我今日仲要坚持将呢段历史同大家去讲清楚嘅，就系呢件事。我哋中国人唔受人欺负，就一定要自己坚强。靠边个？咁多年嚟，我哋体会到嘅就系靠共产党嘅领导，团结一切嘅人民，然后先至可以完成呢个任务。就系咁意思。好。我哋今日再一次多謝阿珍姐啦，嚟到我哋呢度同我哋分享翻佢喺東江中隊日子啦，亦都同我哋講咗好多佢身邊嘅老戰士啦，同埋就算屋企人所一切嘅經歷啦。咁希望大家都銘記我哋呢一段咁重要嘅歷史啦，同埋去了解到我哋抗戰時候我哋所有英雄烈士佢對國家對人民嘅貢獻甚至犧牲嘅，我哋都唔會忘記嘅。好。咁咧，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如果各位網上嘅朋友咧，係想重温翻我哋今日嘅講座咧，係歡迎嚟到我哋香港海防博物館嘅 YouTube channel 裏邊咧，睇翻我哋今日嘅節目嘅。咁另外咧，大家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海防博物館嘅網頁啦，知道我哋博物館嘅最新消息同埋節目嘅詳情。咁我哋今日嘅網上嘅講座嚟到呢度為止啦。咁我再一次多謝珍姐啦，亦都多謝各位網上朋友嘅收睇。咁我哋下次再見。